这一站呢，虽然也是显微镜的目镜，不过这一站呢是触摸区，你可以拿这边的目镜起来，然后用你的手去摸摸看，到底这个显微镜的目镜里面是一个镜片，还是两个镜片，还是很多个镜片？那甚至呢，这里可以找到有一些已经完全被拆开来的，你去看一下这些显微镜的镜片，到底是凸透镜还是凹透镜？那如果它是凸透镜的话，是两面都凸的呢，还是一面是凸的？好，那这一站就是让你去实际知道目镜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哦。